优美，我就跟你说是左脚先的、啊。嗯，不是啊，我就说手应该要握拳往前跑。不是，哎呦，你们两个说嘛，给我眼嘎。眼嘎？哦，我是问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架？对啊，你们今天不是一起参加跑步比赛吗？多嘛是悠悠妹，她不听我的建议，最害我们输了啦。你也没有听我的好不好？哦，原来是小熊狗输掉嘞。啊？哦，我刚刚说，原来他们是跑步比赛，就是赛跑输掉。哦，悠悠妹，叽里呱啦精灵，下次比赛再拿第一名就好了嘛，哈。下一次啊，我才不想要跟悠悠妹一组嘞。啊、我也不要。阿迪古，怎么办啦？啊，还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看到的那些事情。对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嗯，去跟他们说。哎、欸，悠悠妹，我偷偷跟你说、哦，其实这几天啊，叽里呱啦精灵他都很认真的去操场练习跑步哦。他不是最喜欢打电动了？这几天啊，他都没有开机哦，没有在那边打电动，因为他都去跑步，代表他懂音整哦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悠悠妹最近都没有陪我看卡通哦，因为他每天都去元气公园运动跑步，然后都满身大汗的才回家哦。对，前几天我还看到悠悠妹的运动鞋破掉了，一定是因为他很认真练习的关系。运动鞋破了，是你最喜欢的那一双吗？对啊，所以我才没有穿来比赛。原来是这样哦。悠妹，对不起啦，我好像误会你了。我也说了很过分的话，对不起。等候等候，莫眼嘎，太嘎都黑，好朋友。莫眼嘎，我说莫眼嘎就是不要吵架，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啊。嗯，没错。那我们一起去陪悠妹买运动鞋，下次比赛我们一定要得第一名。第一名，你们也可以说第一名。第一名。说嘛，给我眼嘎，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吵架？小熊狗输掉嘞，意思就是赛跑输了。梦眼嘎，太嘎都黑好朋友，意思就是不要吵架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，很强哦。相爱。